我才不会破音字。那个也是破，那个字也是破音字啊。你那个也是破音字啊，你不是你什么字，不用看破音就会。那你有多厉害，多聪明？哪里有破音字我不会啊，只有字我才会，哪会破音字？我们老师又没有教过我们破音字。这个你不会吧？这个你不会吧？这个没有破音字，你不会吧？这个不是啊，在这边呐、啊。好，你找啊。你找啊，你找得到吗？你找啊。可是我们老师又没有教过我们哪句话。你不是说不用教你会？不是我、啊，我要。用巧虎书才知道啊！哦，还要巧虎，还要看巧虎哦。